女星关晓彤童星出道，长大后正式进入娱乐圈。近年来事业发展迅猛，影视剧片约几乎一部接着一部，并且收视率及口碑都非常不错。如此前热播的《甜蜜暴击》、《极光之恋》、《凤求凰》等，在上月其新电影《图兰朵》也是刚刚杀青。随着作品不断，关晓彤人气也暴涨，俨然已进入一线女星行列。关晓彤外出活动，现如今关晓彤20岁，在本月17日即将21岁。以如此年轻的年龄成为一线女星可谓是非常优秀。除了演技外，关晓彤的身材及颜值也为她加分不少。一双逆天大长腿走到哪里都非常吸睛。目前关晓彤正在北边读书。如今暑假刚刚结束，刚刚升学大三。在学校关晓彤也是表现优秀，时常代表学校外出参加活动。关晓彤的早装事件，关晓彤侧面，9月3日有网友晒出一组关晓彤现身山东枣庄的照片。照片中可见关晓彤身穿北京电影学院的白色 T 恤，搭配黑色破洞裤，扎着丸子头，整体造型清爽整洁。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看去，关晓彤高挑纤细的身材都非常棒。据悉，此行关晓彤是参加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2016级师生天穹创作实践之旅，在枣庄参观了铁道游击队影视基地等。关晓彤外出参观，关晓彤与同学聊天，在参观过程中，关晓彤为防晒穿上了长袖衬衣，袖口处还专门增加了条纹袖口，十分时尚。一路上，关晓彤与同学有说有笑，心情自是十分不错。与身旁的同学相比，关晓彤的细腿十分明显。关晓彤与同学合影。此外，有网友还曝出了关晓彤与同学外出活动在车内拍下的合影照。照片中可见众人都穿着北京电影学院的外事衫。关晓彤在最前面嘟嘴卖萌，并自拍下与众人的合影照。除了关晓彤外，其同学都是男帅女靓。尤其是关晓彤身后的一位女生十分强劲，颜值清丽，非常漂亮，丝毫不比关晓彤差，甚至可以说是有为胜之。关晓彤活动照网友看到后纷纷评论道，关晓彤和她的同学都好漂亮啊，不愧是北电的，随便一个女生都是那么漂亮，看来这是一块外出实践了。还在枣庄吗？求偶遇关晓彤的身材真是好，前面几张应该是路人拍的吧，美美哒。关晓彤后面的那位女同学确实漂亮啊，好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